还挑题目啊，来哦，预备，来给他开始，耶！您开门，可不可以两个一起推出去？好吧，两个一起推出去。我们是双人组啊，你们双人什么组？捣乱组啊！我们两个人可以演出一个人的精髓呀、啊，鼻子还抽动。好，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哎，你还在？这个猜错的话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啊。你先猜猜看。他比得非常清楚，他比西班牙斗牛。耶耶耶！你表演的是什么呢？斗牛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斗牛，好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变斗鸟吧，斗牛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这一组比的好，对，斗牛。请问一下，张信哲一个人这样比，怎么会突然有牛出来？你讲什么？斗牛？你答错了。不是，小安姐，情有可原。因为我是想说，我们两个人看一个人看得比较清楚，我们两个人的诠释给人家听比较清楚。可是两个人要分工啊，我就先跟他讲，你不管等一下张信哲演什么，你就演下半身，我演上半身，所以我就演了他那个，我演了剑的部分啊。嗯，你还真是剑啊！我是有个西啦，是西洋剑啦。Yes， 答错了。小燕姐姐太好了，西洋剑。西洋剑。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小燕姐就是小燕姐。